停车！说，陆总没有被抓，这是个圈套。你在哪儿？加藤国际天台。柴局，人找着了，在加藤国际天台。行动。加藤国际天台。人在加藤国际天台。加藤国际天台。知道，两个路马上到。好。刚才雷在什么位置？人已经到了，在停车场。把信息发给他。是。别找我，你在天台。我帮你把家人救出来。你答应我的东西能弄出来吗？东西我已经弄到手了，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离境了。老聂夫那儿你也有交代。琳达，别动！我家人呢？辉哥，你被他骗了。人在哪儿？雄志，找到了。什么地方？科技馆，赣都市科技馆。雄志，科技馆的人可是太多了。马丽，送小董回家，家人跟过来。是是。把人藏哪儿了？科技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找人呢！希望各部门通力合作，马上启动紧急预案，通知拆弹小组火速赶往现场，通知辖区派出所马上疏导群众，通知各大医院马上开启生命绿色通道，随时待命，以备无患。是。找到小磊了，科技馆，车厘子和琳达在天台，手里有枪，你们小心。我知道了。一定会把杨队救回来的，相信我们。
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紧急通知！紧急通知！因特殊情况，本馆现在暂停营业，请大家陆续。人在哪儿？说，在科技馆什么位置？在什么位置？啊，在二楼。找到人了吗？二楼哪儿？在二楼什么地方？我问你在二楼什么地方？一个警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警察？我问你，干小暖藏哪儿了？干小暖我已经放了。天雷，天雷，听到没有？小暖在哪儿？啊！啊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把枪放下！别开枪啊！别开枪！别废话，把枪放下！车厘子正在协助警方缉拿绑架人质嫌疑犯，立功赎罪啊！我立功赎罪！我立功赎罪啊！二楼哪儿？啊！人在哪儿？把你们给炸死！炸死你们！哎，大家不要慌，有序审理。哎，怎么了？刚刚确认，在科技馆二楼声音长廊第三厅左侧的杂物间里。好。小宋，我们成功了。目前危机暂未解除，站中区主路已经封路，请广大市民绕路而行，注意自身安全。喂，天雷，人不在啊！什么？你赶紧四处再找找。我马上现场通知琳达。兄弟，琳达手机。东子，查手机。是。人藏哪儿了？现在说还有机会。把人藏哪儿了？你的情况我了解。今天只要不死人，你就还不会是重罪。现在几点了？5:34。还有6分钟，你就当时间。什么还有六分钟？什么还有六分钟？说呀！兄弟，有情况！小磊，他在关押杨队的地方安装了监控摄像头，可以双向通话。小磊，小磊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是感应式炸弹，型号为155。以目前的形势来看，我预计有4分钟的时间可以拆除，但我必须得知道它扔在哪里。小雷，告诉我在什么地方。不能过来，天雷也不可以过来，你们都不能过来。我不想因为我牵累别人，知道吗？道行。还有4分钟了，你们别过来，来不及的，知道吗？小磊，你听我说，你的视线范围内是不是有警车？在
科技馆附近，是不是？快告诉我呀！听我说，你冷静一点，疏散人员。老兄，找到了吗？感天雷，想不想见你媳妇儿最后一面？去烂尾楼天台看看。时间不多了，熊志，留在烂尾楼天台。是不是在天台？是不是在天台？告诉我呀！不要过来，真的不要过来。赵哲，是。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我是熊国良，马上组织疏散，马上组织疏散，警戒范围500米，警戒范围500米。都说你了。先不交代，我会拦着他的。所有人推到安全线以外，原地待命。首长，听我的命令，所有人后退，没有我命令不许过来。小磊，杨小磊，我们终于解开了 C4 配方的最后密码，可是我还是没有想好，是我们自己留着呢，还是公布于众一起分享。
明白了，我们还是应该让所有人知道 C 四的威力。喂，终于接电话了。肖楠怎么样了？肖楠没事，但我们最亲的人没了。我很抱歉。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苏玲和肖楠也是我的亲人，我欠他们的。我会还给你。你在哪儿？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一个人过来。我去找陆明松。来，我知道我在干嘛。甘先生，你有两个选择：一，把他交给朗尼耶夫，他可以保你荣华富贵，你就是想当世界首富，应该也没有问题；二，我不确定你的真实身份。我知道你有很多警察的朋友，你可以把他交给警察朋友们，这样你和他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荣誉。选择权在你。这里面是什么？这里面的东西足以改变世界，就像病毒可以迅速传播到任何地方。这个世界有顾虑的人太多了，总得有人站出来先走这一步。苏玲可以，她是行业的翘楚，可她非要当什么反毒斗士，那结果自然是悲剧的。这是我和苏玲还有小暖的心血结晶，也是我和苏玲为理想奋斗一生的成果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当然了，它也不是完整的，这里只体现了95%，剩下的5%在我这里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一点，你跟苏林不一样，他是个好人，而你是一个罪犯，你违法了。懂了。我明白你选择什么了。其实我们是同类人，理想贯穿了我的一生，正义是你毕生的追求。我突然不想说服你了，因为我知道你我一样都有自己的道，但是我坚信，
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你我终将殊途同归。成人世界的很多选择都是非自愿的，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选择，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。陆明宗，我没办法杀了你，但我可以逮捕你。你被捕了。C4 计划已经成功，如果你想得到它，来中国找我。你在哪儿？公安局，做笔录。有人在那里碰边？有，警察。你没事吗？我是去救人的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他们没理由抓我。但是，我媳妇儿被琳达给炸死了。袁千兄，节哀顺变。欧阳慧怎么回事？不清楚。我看到他跟琳达一起被带走了。是银耳纸呢？哦，我手机里也有一份，我发给你。好，咱联系。我真的没事。太君，我已经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，你再好好想一想。甘小暖现在离不开你，说什么好呢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不想录这个视频，但是小姨走了之后呢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录的。想和你说些什么呢？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，杨妈肯定是不在了。如果有那一天，你要替杨妈照顾好外婆。她脾气不怎么好，你就要多哄哄她，她喜欢听好听的话。我相信你，你一定可以搞定他的。还有就是，对于杨妈而言，你就是我的亲生闺女儿。平时虽然对你很严厉，但是杨妈很爱你的。知道我为什么不夸你吗？因为你太嘚瑟了，每次在你同学面前你太傲娇，无论多优秀都不可以傲娇，记得啊。还有就是你长大了，做什么事情呢，不能冲动。记得我那句话，三思后行。不能看你将来长大嫁人了，但是我相信你的眼光，你在杨妈心中永远是最棒的。
加油。还要跟谁说？说，老熊。老熊，我妈可就拜托给你了，我不在，你要负责她到最后。毕竟你没少吃她包的饺子嘛，她也把你当亲儿子看。她的脾气只有你可以搞得定，多回去陪陪她，替我多陪陪她。我平时陪她太少了。跟她说，如果有下辈子做她闺女的话，我一定听她的话。还想跟你说，就是对不起，必须要说一句对不起。这么多年了，你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，实在是因为我真的不想看到你失望的样子。不过还好你现在有叨叨，你要跟他恩爱，然后白头偕老，多生几个孩子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接下来想说的就是，天雷，其实我真的有很多话想和你说，但每次话到嘴边好像说不出来了。从上大学到现在20年，我就整整喜欢了你20年。我们在一起的回忆其实不多，但是真的，说实话，你不要笑，短暂的回忆够我用一辈子了。我还要感谢你，在你躺在病床上那8年，我真的觉得挺无助挺孤单的。还好有小暖，你把他带到我身边了。有你和他在，我就有动力，我生活就会很积极很阳光，我会努力的工作，认真的生活，所以我要感谢你。你没事吧，姑娘？没事了。你的伤好点了吗？我跟你爸爸，跟你妈妈，跟你们全家是有缘分的，但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利用你，利用你们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陈叔叔，你还会站在阳光下吗？我还能见到你吗？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陈叔叔，我杨妈已经死了，不希望你再。哎呀，谁知道呢？孩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戴罪立功，尽最大的努力，争取得到政府的宽恕。他们现在想知道那些密码。我已经知道那些密码。你知道的都是假的。我现在把真的密码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记住。没关系，让他过去。
去吧。半天，这个朗涅夫和这些非法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靠近他，可以贴近他们的上层，能进一步了解浮世绘的详细情况。人员考察清楚了？考察过了。干天雷。哦，这个案子涉及到境外执法权的问题，比较复杂。我向部里汇报一下，你等我消息。好。这张挺好看的。不是就是金夫那张吗？我杨妈她穿裙子很好看，可惜了，没穿过几回。爸，我想我杨妈了。我也想。经过大家的努力和干天雷妇女的协助，四组密码已经全部破解，共缴获赃款41.3亿美金，已经全部收缴给国家。凯撒集团的在逃人员车厘子也已抓捕归案，凯撒案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这次行动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抓获了爆炸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C2 集团的董事长的助理琳娜。通过各警力的积极配合，我们及时的疏散了群众，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，同时顺利的将陆明松、安全等一系列涉案人员抓捕归案。吴青峰因涉嫌窝藏罪逃往国外，被列入通缉名单。成功的背后，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赣督禁毒支队副支队长杨小磊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。杨小磊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警察的荣誉和尊严，我们要永远铭记他，继承他的遗志。毒瘤一日不除，百姓一日无安宁。为了赣督市600万百姓，为了不辜负像杨小磊同志献出生命的那些英雄们，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继续把禁毒工作永远地进行下去。先生，方便说话吗？说吧。你给的东西我都看到了，对我们研究会有非常帮助，谢谢你对我们组织做的贡献。我现在正式邀请你担任亚太 AG 安全咨询公司的总监，跟我们继续合作，你愿意吗？有什么条件吗？想办法把吕明松搞出来，我们需要他。
我考虑考虑。干杯。这下心结总算解开了吧？范天雷说，我爸牺牲的时候他在场。他说，我爸在最黑暗的时刻还给他留了一盏灯。现在，他把他送回来了。14年了，我爸离开家14年。现在我当他是回来了，回家了。上次你说你爸爸的事儿，我理解，但我又想，天底下警察那么多，难道就都不谈恋爱、不结婚了？你担心的那些，总有办法解决。没有办法。是没有办法，还是你没有勇气，不敢面对他？只要有心，办法总会有。反正我话撂到这儿，我喜欢你，我愿意等。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？别等了。送给你。嗯，什么？护身符。我怎么觉得不像护身符？行，你不要我扔了。哎，保重。没有不散的宴席，现在都当副局长了，还那个样子，有点出息啊！在您面前，我永远都是学生。可现在老师要离开这儿了，还真有些舍不得。你进步了，说明今后你的责任更大了，任务更重了，还有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，好好干，我会在省厅里关注你啊。放心吧，师傅，以前没给您丢过脸，往后就更不会了，您就在省厅等着听我的嘉奖通报吧。好，进来。天雷，太君，我宣布一个命令，针对富春会的案子，上级已经批准了，正式成立专案组，代号11116，我任组长，熊国良任副组长。上级也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，甘天雷，你和熊国良单线联系，随时准备出发，代号131。是是。甘天雷，我当警察这么多年，你是我见到最优秀的侦查员，我为你自豪。
离开的下午，云把太阳遮住，天空飘着孤独，空气凝固，白与黑的追逐终于就要落幕，有一些付出义无反顾，忘了那个是谁，只用一滴眼泪在心里长成了我的软肋，记得那个是谁，留下伤痕累累，前行着参透了白与黑，别管他什么白，写在故事的结尾，我不需要丰碑，只想有你陪，别管他什么黑，夜空都不肯睡，感伤在酒里面一杯又一杯，醉问你几时归，我已习惯只用拳头来表示反驳，别倒退不可退，恶过不出过，倒给我的时间没空继续替谁啰嗦，忘了那个是谁，只用一滴眼泪在心里长成了我的软肋，记得那个是谁，留下伤痕累累，前行着参透了白与黑，别管它什么白，写在故事的结尾，我不需要丰碑，只想有付出义无反顾。